10:25。你为什么不让我拍一下？拍一下，我这个字那么小，你根本看不到啊。就是那个大画面的时候让我拍一下。哪里？我没看到缆车。嗯？我没看到缆车啊。那边。那一个是缆车站，小房子。是吗？是。我看到 Go Go Car 了。哪里？要不要关？这车真的很大哎。不在东莞。我不在东莞啊，它的广告那样大，我以为在东莞。我觉得好像在我们西莞哎。对啊，好像是。我这边看不到西莞，我只知道。好，我看一下相对位置，搞不清楚。Google Map 在这时候就实在是看不清楚了。哇！哎，就我在西广好像有看到广告，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楚还是怎么。好像在那个缆车站。刚刚那个缆车站下面对不对？那个刚刚那个小缆车站的上面。也不是啊，好像南管又啊，就我只有相对位置可以看，我真的搞不清楚。为什么不去王子的官网看 ？Restaurant 就应该可以了。我看店，第一拱多啦城场南管，那就啊，第一那就是东莞。就刚刚我就说，他牌子写一楼。城场Sudan Sutazim。就是那里一楼，我们不就在一楼，还是那个的二楼？我们刚刚是算二楼的样子。哦，好，那就是那里。好啊，吃这个。啊，不想吃拉面，昨天吃过拉面。嗯。咖喱是那一天吃牛肉。有没有鸡肉咖喱啊？那要看他有没有卖。嗯，这个好，看起来好稀啊！你先往后看。我们刚刚有滑这里吗？没有啊，这里没有学到。这里没有啊，我们没有，那没有学到。看起来好陡哦。你看这个，我们刚没有这个图，我们刚刚就是沿路滑红线。哦，黑的吧，这是黑的吧？那我们就没有去滑。Olympic 啊，这就是 Olympic 啊。是这里吗？我们还没到吧？我们的右手边是吗？你的右手，我的左手啊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这刚刚看起来很陡，看起来超陡的。你要试吗？对。我是觉得，我今天就着重。刚就是这个啦，然后这半边你就叫我切回来了嘛。嗯。然后选边我就去跑到松的，然后他刚绕一下就重回来了。嗯。然后下来这边，我们就动好了。嗯。他说。我有带地图。嗯。其实这里几乎不用看，我刚刚是说下来的。那我地图上可能就有写了。这里啊，有另外一条红线，有另外一条红线可以切到这一个拱多拉，对，这一个不是拱多拉，这个是 lift。然后这中间这两道我们都没滑过，虽然是绿线，所以我说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去做 lift， 然后滑一滑这两条绿线。哦。对呀、啊。拉面 Kona 第二高速一节，然后第二高速二节是接九屋，第二拱多拉三路站96。对啊，第一拱多拉一节啊，高高卡的。你说吃的、哦？有
有三明治那什么东西。2900。很贵，很贵。Olympic 也是很难的。3980/2950，好贵。那个第五名的三明治好像就是我们没吃过，但是太贵了。不愧是高级的。全部拦起来，就是有开。前一阵好像没开。什么东西没开？就是接近这个拱多拉的有几条线都没开。对啊。嗯。舒服。是那个吗？嗯 ，Family 吗？是吧？好饿啊、哦！两根柱子，对吧？把它弄出去。不用啊，他刚刚那个都有趁机跑进来拿扫把扫。山顶站的那个玩缆车的人，你看出不出得去？出不去了，没有缝，缝不够大。要挤，10:30。那我刚刚可以说还要花一个小时。嗯，太阳出来了。大太阳。你要滑，要不要滑一下哦？不要。啊？刚刚你问我要不要滑的。然后你要哦。就是一定要每一个线都要尝试，现在体力比较好，之后体力又更差，更不行。你刚有摔一下下呢？刚摔一下下是绊到脚，不是碰到脚。怕你有消耗到力气。只是脚卡住的状态在上面。怎样？这里吗？这里可以啊。你都拍照的牌子啊？
不想，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做练习。当然是做重心练习啊。当然是用这种自己有信心的才可以做练习啊。好啊，那去啊，去啊，去啊。现在觉得体力满满哦，还可以啊。对。要吗？啊，我下午就不会了。切切。你要我先滑下去吗？你要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拿帮你录起来算了。我看我下去是不是？对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完全可以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我去那个红棒棒那边帮你录。我先下去。
下半段再更陡一点。啊？下半段再更陡一点点。下去买肉。嗯，可以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去啊去啊！也还好。超级远，有点累，一点点累。我还好啊。对啊，我看回去再看我姿势是难看还是怎样？就蹲很低啊。对啊，蹲很低啊。所以要很费力啊。可是我真的是在发光啊。嘿嘿嘿。硬的，然后也是抖的，在那里。来来来，倒入了。玩那一趟啊，我就好了哎、欸。我不会，你看我。嗯。好、哦，你要跳一跳吗？你要表演跳跳吗？跳跳，走跳，又跳，哈哈哈哈，
缆车，去坐椅子的，去坐椅子的。今天早上还有下，你看在，这里会是南馆还是？这里小小的滑，右手，右手边吗？右手边。门口呢？10:50。这里啊，有两条路没滑过，一左一右，所以坐两次。对，坐两次。不对，一左一右，其中一个回不来。有盖子。现在有伞吗？有。10:51。所以刚不是卡没了？对。那这样卡够吗？也 OK 啊，我还有很多卡。但是它的一左一右好像其中一条线回不来，结果又变成要坐广东佬去山顶，第二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就这几条？对啊，也没差，无论如何都滑得回来。为什么刚好 Olympic 在车上看那么陡，这样看现在滑还好？因为有那些雪，我们不会怕。如果刚刚一模一样的鞋面换成 Giant 的冰块，你还能滑那么轻松吗？应该是不行。会怕。对啊。这里也有像蓝沙发的东西，还是那其实是隧道？隧道有点大，那是车子的路吗？等一下上去就知道了，有点像，有像吗？还是人的路，滑雪的路，但是没有人滑，没有车也没有人。就这样，废弃的路。没有路吗？太阳又出来了，预报的好鹅晴天这样。嗯，就这个嘛，我连皮的就这个。嗯从这个角度看没那么陡，从那个缆车看比较陡。也其实这种坡道也只有上午才能试，下午就会开始变冰冰的这样。外面一副风好像很大的样子，你看雪块一直掉下来，外面风好像很大。
幸好有照，不然可能头会冷。会啊，竟然头会冷。有罩子，不错。那他怎么决定什么车要有罩子，什么车不用罩子？有罩子的风阻会不会更大？他这两边有树林保护，他就用罩子。但是我们第二高速有树林啊。嗯。摸一下。手机应该在里面啊。嗯，应该。刚刚有摸啊，只是刚突然摸不到。嗯这个我觉得也不错看啊，我觉得不错看，我觉得不错看啊，男生的审美观，一左一右，左是这个，右是这个，都接回来，这对我们来讲都是自由滑行啊，都很好啊。那先滑左边，再滑右边，你可以滑这边，是松散。你说还进松的那边哦？那就等于是要练小转啊，我还没有到那么厉害。我们先往右边好了。Emma Green 的私人教练一天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教两个人的，这样多少钱？我猜三四万日币吧。一整天吗？一整天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。我自己猜价钱，因为我猜团体课一人大概要交8000到10000，那私人教练通常就4人以下，他要一样的收入的话，我猜就要交3-4万之类的。但是我比较想要给薛丽教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要把钱省着给薛丽教。有个绝招就是你报团体课，在你预计人会超少的那一天，这样就变私人教练。好，右边过不去吧，右边都是草，只有左边，右边被封起来，应该都是草。哎、欸，有路啦？没有路吧？有路啊，有，但是都是草哎、欸，你要滑草啊？你要试试看吗？不是，这是黑的、欸。哦，那不要，那个是松雪路。看到什么？这一条。然后下去左边也回来，右边也回来。左右各一次啊。没有，是这里回不来。对啊。好。那是四小屋吗？嗯。那这次你试着跟拍我好不好？你试着啊。是他要练的，他还做不到这样。
好，这接下一个换我跟拍你，要吗？其实刚那滑，我不知道我走的是绿线左边还是绿线右边，搞不清楚。啊？我就有看到是第二广播了。对，我也有看到那个，我没看到另外一个岔路是。搞不清楚。那个拉的那个，这两个机关是一起的，就是。为什么好像现在有点冷？因为我们速度很快啊。刚刚明明有花力气啊，但是没有累了，但是就有点冷。因为这一段我们用的力气不是很多。好冷。而且你啊，我注意到你这次都有跟在我后面。会有一点距离，但是就是跟你平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你差不多已经进步快，进步到跟我上一次白马差不多的状况。我每次都差你一节。然后你看我，你有没有看我故意用那个练习？但是我要跟你，我就没有办法管我的动作了，因为我只能负责跟好、嗯，我只能做一件事。我的话，我回去就可以看到我的左脚比较确实，我的右脚还不敢。所以我的左脚比较像是跟着那个轨道滑，但是右脚其实是在侧着摩擦，就是右脚比较像是擦这样，然后左脚比较像是这样沿着线前进，因为右脚还不敢踩实。啊，我是左脚不敢踩实，所以要一直练，就是在那种比较平的地方，在那种比较平的地方的时候就开始要练，然后就。先让速度减到自己习惯的状况，然后就开始练不敢踩实的那一脚，就是试着把脚踩紧一点，因为那种速度有什么好怕的，就试着踩紧一点会有什么变化。我现在一直在做这件事，然后你大概也是需要这个。然后踩到很实的时候啊，就会变成在那种很平的地方，人家明明是直直滑那个速度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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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最厉害的那种人啊，他有办法在刚刚那种雪面上啊，就踩，就刮一道那么深。哦。然后我的话大概只刮0.5公分而已吧，我连1公分都还不到。因为我没有踩实啊。对啊。然后练习就是一直练，重心越对，力道越踩的可以越紧。然后就越是滑雪。然后练得越不好就是残血，一路铲过去。我们左刹车，右刹车，左刹车，就一直铲。他们会发现说，比如说这个黑的被大家刮掉太多，然后去补一点血在上面嘛。他才不理你呢，他顶多就把那条线封起来。对啊，前一阵好像奥林匹克是封起来的。是啊。对，应该说第一广多瓦这边的线，我看有好几条都是黑黑的，不开放。哦。太绝了。啊？啊，雪那么多，别的地方那么多，哪去撒？这里没人刮，当然那么多啊。那些有人刮，有人刮走的就不到一公尺，就只能这样。不到一公尺的时候，黑线好像都开不大起来。而且我觉得是刚好，我们之前有下雨，下雨把那种可能10-20公分的雪变成快压紧到快变成冰了、嗯。那种很冰的东西，就算是黑线这种雪度，高手也铲不了多少种。哦。那它有一层冰面，上面再铺一层雪，那压实了。对啊，那就还可以开放，就是说雪被刮走了，那底下就是比较硬一点的，有点像冰面的东西。那就还好。我们刚是走这条路的。搞不清楚。好，又要走弯。
刚右边是那个黑嘛，所以我们是这边的。右边是这个黑嘛，这个这一小条下面，我是说我们刚刚没有试的这一个。哦，是啊。这个是松雪黑。然后混着树叶。那是这样的吗？一样。你没有？我跟着你录啊。不知道往哪边。我不知道往哪边，反正两边都差不多。刚会回来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刚，我也不懂。再看一次地图。最起码我们刚都有看到往右的那个路，对不对？去第二公路了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等一下看地图就知道有往右那条路的红线是哪一条。我觉得那边好像已经也没有什么雪了，只有上面有点树叶。然后下面就变得跟红线一样，还是说既然它那么短，你要练习松雪？走啊，就只是这样子啊，而且不是很陡啊。好，我们走这条吧。那就你先走。对，就录到我们就很丑。不会丑啊。很丑啊。你看什么都还好。假右边。对，假黑。头是左边，然后那里就是黑。再一点，哦，再一点。然后再走左边，然后那里就右边。好啊。要吗？好啊。要吗？好啊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刚刚走的是哪一条啊？我们刚走的是，我们是从这里回来的，所以刚刚下坡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哪有？我们刚刚已经就有看到一条往第二广东了，所以我们是走这边回来的。我们是哪里要切过去？不懂，我们尽量去看那条黑线，就是往左转就对了。好，对啊，马上左转。走，我跟你。这里左转，这里直走。
我没注意到，我就一直跟着路啊。啊，可能要滑黑的。是啊。啊？是啊是啊，而且那黑的超短的。气还是不够，我的右脚在哎哎哎，试着用力，结果它摇摇摇。又冷了，又冷了。哎呀，滑滑这个又会冷了。进来取暖这样。滑滑就会冷。被风吹的、啊。表示你速度高到一个地步了，有风在吹你。九九这一次的速度很快，好点。加油，我平一点，我有点闭。应该有吧。好冷。不过这一次该怎么说呢？你的特色是你的弯变得比较少，你几乎就是一直往下。你不然我们再去一次奥林匹克，你跟着我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嗯，不滑了。我是说，不要现在去奥林匹克，这次黑线滑完刚好吃饭很好。哎、欸，而且去广东啊那里停好板子吃饭，对不对？就休息了。对啊，十一点半刚好啊。那么快？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。那么久？没有嘛，就都可以了，预定。太贪心了，太贪心了，真的。因为刚下厕所，我跑去上厕所也拖很久了，早上也跑了几趟。不会吗？我觉得我有充分的运动到啊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被那个声音吓怕了，就是撑住，顶住，没事，继续往下。家里人跳的哦，厉害哦！我看我的影片怎么在那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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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路跳跳跳跳过去的。你没有觉得吗？嗯，滑一次就好。那种我就会说，像这个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哎，练胆量加，因为紧张的也要把动作做好。我现在的大腿的下面已经有点酸了，我现在在用椅子压它，所以我知道该休息了。对，该休息。可能我用的肌肉比你多。我在练，所以你知道我偏偏的直往下，我在你后面一直在做小 S。不是啊，我做我就会停下来。我刚刚来的时候我有做。对对对。我在那边试我的那个一点点在里面拖动脚。那我发现我停下来了。你在平的地方，你大概是稍微内八，所以你也有阻力。那我如果不做那个小 S 的话，那我也得刹车，所以我就趁机练那个小小的这样子扭啊扭，结果好像耗了一点力气。不能弄啊，弄了就更慢了，到不了缆车了、啊嗯，我就只能骑了、啊。嗯，这照着还蛮有用的。嗯，头顶已经在发热了。头顶在发热，有吗？有啊，我觉得这个切左边跟切右边根本就差不多、啊，感觉不出景色的差别，它也滑的是一样的。那
超级小黑线。我觉得如果雪下到很大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玩一下。下次，就是要练滑松雪的话，这里可能以视觉效果来讲，是一个合适的地方，不会太吓人。然后可能可以试着顶住的那种真正的松雪滑板，身体要稍微往后顶住，直直往下滑那种滑。今天可能不行，今天就正常滑板就下来了，因为雪不多。这应该指向是红线吧。一边有草。鸟，看到鸟，那是乌鸦吧？哦，树上这里。我不会看到动物，那就是一只乌鸦。嗯。那不是，它跳跳哎、欸。那感觉跳得蛮轻巧的。膝盖现在挂着雪具也不会痛，以前会痛哎、欸，从那时候开始治疗前挂着就痛，很惨。现在不会痛，我有膝盖这个快要快了。正在走啊！拉不了车的感觉啊！对啊。用松雪滑法，好啊，就这里啦。要我下去帮你录吗？就是铲铲雪这样。乱七八糟，人呢？哦，在这里。马上就滚进去，滚！好。
怎样？怎样？你进学都要你，你现在又出不到来了，稍微后退这样。你现在会不会又出不来了？你要用后退的，不行啊，你那里很软，你用那里转弯，你大概就要倒进去了。我说真的，不信邪。啊，这样可以。好啦，那就去购购咖喱。真的真的，该休息了。该休息了。没有啦，你让我看你背后，没东西了啦。你把后面外套拉下来，照屁股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很好笑哎。嘿呀嘿呀。可是我录到了吗？有啊。好啦，下面还有一小段。有点冒汗，刚刚也要花点力气，有点累。这我说就是吃饭前做啊。哎呀，好了，走啊，你跟我。
啊，叫叫叫叫，来来来来。我们今天回家一定要这样。后面还有，脚扣管拉起来一点点。啊、另外一个扣脚，藏在里面是怎样？我也是吧。那我关了哦。关了。